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 Mid Design League 秘密设计联盟，我是阿哲。今天我们玩这个 Unfair Mario， 这个不公平的马里奥是吗？对。然后我们上次是玩到第三关破，我们上次不是破完第三关了吗？照理讲说应该第四关要出现的，可是为什么会有第五关？我们玩第五关好了啦，就早点结束会比较好。我们是啊 ，what 什么？等一下，这第五关是等一下，快被追上了啊！啥？what？这怎么关呢、啊？这不能玩啊！这根本不能玩吧？Why are you running away？ 我不跑不跑，不然呢又被他追上了。I will kill you！ No！ 因为是什么？因不是。往前跑看哦，不行，他会跳起来。Dead again 和 Nice Star Fair， 哪一关 Fair 过了？哪一关公平过了？第五关根本，所以直接到下一关去了。这关是不是第四关啊？这关应该是第四关才对。好，那就直接来吧。又来了，这是什么？不要走向那边，好，知道。是要走上面哦。谁知道啊？上不去啊！根本上不去啊！还是有另外一个凸起来的东西。不行，这应该能。我每次碰到它，这应该能上去。这应该哦，下面洞啊，要赶上来。对，这样不行，上不去，根本上不去。需要跳到另外一个地方。不行，那会被刺死。一开始就卡关了。不行，这全部都是刺，到处都是刺。等下看一下旁边最近有什么东西。不行，那这边跳不上去。这陷阱一堆啊！这陷阱真的一堆啊！不行啊，我要想办法怎么跳过去。不行，这边跳不过去。这个不行，这个真的是跳不过去。我要想一个办法，不行啊，还是要先跑到其他地方。不行，然后会触发到这个东西，然后我就被刺死了。想办法。这边没有刺啊，烦死了。搞了那么久，就这边没有刺啊。这边有刺，这边有刺就那就比较简单了。这边有刺，就跳过去，跳这边也没有。所以要这样子。过了。随便了。所以上去睡要跳不行，这跳不过去啦，这跳不过去啊。睡嘞啊，现在是要怎样啊？跳不过去啊！真的跳不过去。
哇嘞！啊，不然嘞，要在这哦，不行，这边会有刺哦。那边好像可以跳过去的样子，可以吗？可以吗？啊，可以试试看吗？不要走那么巧了。跳啊，不行不行，他不给我跳，他不给我跳。然后，啊，走到这边靠一下，不行，你看，我觉得走那边应该不行啊。下回，等一下这一关这卡关卡到严重了。不行啊，我根本还没踩到就被他刺到了。等一下，这是第四关吗？还是什么？这是第……哎，那第四关是啥？这样，这样，所以他是直接跳过第四关就是哦，所以他应该是跳过第四关了。那我们先玩一下第四关好了，应该比较简单，第六关有点太难。所以啊，他的梗都一样，真的是，这居然很无聊，这种游戏有什么好玩的？啊，只是整人整到有点。真的啊！大家知道哪边能踩吗？这边嘛，对，安全的落地，所以这边我有没有跟大家？对，我没有跟他说，就是最近有点感冒了哦。最近，所以大家要注重自己的身体啊！现在就喉咙痛痛的。对啊，不晓得声音应该还好，只是喉咙痛不太舒服而已，要保重，要注意健康就是了。还有什么要讲的啊？还有什么要讲的？这关也太难了，这关哦，你可以看到这样的高度还是会被吃到，所以好了，至少我知道怎么过了。所以，是什么东西啊？随便啊！这过不去，碎了，碎了。是要死掉的意思吗？这根本过不去啊！过去了，过去了。上面，左上面啊，我就知道上面会死掉，又回来了。然后再跳过去，然后再避开这个，然后对，没有陷阱，这个啊！被吓到了，现在来赌了，猜看哪边有刺。这个地方一定会有刺。第一个哦不，所以哪边有刺呢？先把这个弄出来。所以第一个应该没有刺哦。这啊哈哈哈！哦，第一个没有，第二个一定有，第二个一定有，所以第三个哦。被骗了，是第二个应该没有，第二个没有吧？第二个应该没有吧？就啊，不行，这太离谱了，这难道又要跳到下面去哦？这有点夸张，所以我们试着跳到下面去看看，所以是要这样吗？
这里，这 ，what？ 啊啊，这这这，啊啊，嗯，哦，哦，前面，啊，哦，过了，过了，啊，没想到现在过一个村庄你就那么高兴，真的是，嗯，至少后面就可以不用怕了，比较不用怕那些。为什么这边没有陷阱呢？哎，哦，啊，嗯，至少前面应该是有点算是安全的，因为这边都没有陷阱。难讲哎，其实这边一定会挂，这边会挂吧？哎，哎，你佛心来的吗？哎，哎呦，哎呦，哦，哦，哦，有没有看错？为什么后面那么简单？那后面太简单了吧？这个直接跳过去了，我不想聊了。啊 ，next level 啊，完了。嗯，然后又要开始想这一关。这关呢，怎么办？我要拍这关吗？因为这关我觉得我会拖太久。嗯。你这根本过不去啊，是不是？这完全过不去吧？嗯，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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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哇，哇，哇，啊啊，嗯，嗯。嗯，啊，哦，哦，哦，为什么现在运气又特别好了？我不知道哎，现在运气真的好像特别好了。哦，哦，哦，嗯，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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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是啊，这个会移动的方块都是邪恶的。下这个定论，会移动的方块都是邪恶的，所以我就知道是草的问题。然后第二个，千万不要相信草，应该说千万不要相信你眼前每一个事物，他们都是邪恶的，他们都是邪恶的。已经玩到快疯掉了。我刚是什么扣的？哎，哎，我刚是怎么过的啦？麻烦你屁股可以硬一点吗？可以不要再被刺到了吗？我觉得你屁股很痛哎，我为你的屁股感到可怜，你知道吗？嗯，第二关真的太难，第二关真的太难。唉，又来到这边了。我都不知道说什么，唉，走下面一定会有什么怪东西啊！第一个，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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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原来真贴心啊！四边都有刺哎、欸！哦，我的天哪、啊，我的天哪、啊，好了，啊，又来了这个。邪恶的草地哦，谁会知道哪边有刺啊？谁会知道啊？啊，这只能靠运气。对，刚那个为什么？刚那个为什么？哦 ，checkpoint 啊！哦，好爽啊！啊，虽然这句话听起来好怪怪的啊，好了啊。然后后面又是怎样？后面根本没东西啊！这后面没东西吧？哦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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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！